时间就是金钱，极速妈妈省时大招。纸盒我去把它剪掉上面，然后像俄罗斯方块一样，把它塞进你的每一个抽屉。我老公随时问我他的哪一份合约，我都可以马上告诉他。一个资料库的感觉。这样子剪啊，你那白色的线就是你的基准线。我又不会剪到眉毛，也不会剪到眼睛。现在3分钟我就可以剪完一颗。妈妈真的好厉害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